海岸线闪烁着梦幻的蓝色光芒，蓝眼泪是马祖观光大亮点。为了抢春游人潮，现在县政府加码补助方案，最高1000元。是会有吧，要叫省一点吧。不过应该是要知道原始价是多少吧？应该会吧。如果回来还有补助的话，如果对那边有兴趣的话，还是会去的。连江县政府加码方案4月上路，一直到6月30号，只要到马祖旅游，搭乘台马轮或是台马之星船班返台，回程的经济舱船票由县府出钱，但前提是得跟团才行，预计补助50团，共800人。游乐园打造成西班牙风格，南欧花园和水乐园抢攻春游商机。因为南投县春游补助大手笔，除了每房限折500元，前1000组的游客加赠1250元的南投好玩卡。4月11号推第二波优惠，加送500元的消费券。入住积极证再加码500元，单人最多2750元的优惠，但仅限平日时间。站着滑，坐着滑，立式滑桨，小朋友也能玩。新竹的青草湖也是热门景点，各县市补助方案包括新竹县有住房补助500元，小镇民宿500元，再抽1000元门票，最多2500元补助。花莲县也加码，每周抽出顶级总统套房，总价值近100万元。桃园市除了限折500元外，再加码500元的旅游券。4月开跑，各县市不手软，要为观光再冲一波。三雄镇信群星报道。